美国田纳西州这一栋全世界最高大的树屋，当年是花了15年的时间才建成。不过最近离奇失火，短短15分钟内，30公尺高的树屋就化成了灰烬。好在这树屋早已经没有人住，因此没有任何伤亡。不过呢，这么多年来田纳西的树屋地标毁于一旦，让当地居民都非常不舍。黑暗的森林被熊熊火光照亮，无情的烈火吞噬了树屋，火势扑灭之后只剩下一片余烬。An East Tennessee landmark is now completely gone. 这座全世界最高大的树屋位在美国田纳西州，横跨7棵树，约有80间房，高达30公尺。树屋内有螺旋楼梯，还设有教堂和篮球场。当年园艺师花了15年的心血才打造完成，但最近却离奇失火，短短15分钟内化为一片灰烬。That's kind of sad that it actually burned down. And it 建造这栋树屋的是园艺师伯吉斯。他说他在祷告时听到了上帝的指示，所以他才从90年代初期花了15年的光阴，一点一滴的盖起这栋世界最高的树屋。如今多年心血毁于一旦，让许多当地民众也非常不舍。The treehouse, which was gradually built over the last 10 years, has been a destination for youth groups and pretty much anyone else who wants to visit. 警方表示，这栋树屋从2012年起就因为安全问题而关闭，但偶尔还是会有游客擅自闯入探险。目前清查没有任何人员伤亡，但起火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。警方表示，火灾之前并没有打雷，也没有电线走火的迹象，正在调查起火原因。